昨昏因为心情不好，甲浩宇冤家，我好亲像讲了许超过啊。后来打电话给浩宇，伊嘛无接。今日来公司找伊，伊嘛无来上班。伊敢是来气我？Lisa， 来我的办公室一下。你来。我的女神执行长，你来早来上班，你应该伫咧厝里好好休困，好好安胎啊。我真久无来公司啊，今日我的身体有较好，想要来看麦啊。啊，公司最近状况安怎？你放心啦，幸福空间哦，有我，还有蓝总监，一切 OK。而且我跟你讲哦，蓝总监跟研发团队有研发一个新产品保湿针，就是了哦，卖了足好的呢。就算讲哦，你伫咧处理安胎，公司的业绩没有下降，反倒微幅上升哦。嘉浩宇拢甲我报告过啊，产品我嘛用过啊，迄个保湿针真正足好用的。嗯，即阵嘛辛苦你啦。浩宇无伫咧公司。伊敢是去找客户啊，还是讲去找受伤啊？咱从前无甲你讲哦，因阿兄过身啊，所以最近伊咧请假，要处理阿兄后事啦。哥，伫这世间。已经无任何人会当来送你了，只有我这小弟来送你最后一程。不知以后我走的时阵，什么人会来送我？浩宇。人生就参像四季，总是寒暑交替。顶过已经过完一寒冬，得到解脱，安尼对大家拢好。你莫受过伤心吗？你哪会来？你先跟我讲，我才知影的。这么重要的代志，你哪无跟我讲啊？不管安怎，伊嘛算是我的大妹呢。我今年连一届都毋捌看过伊。你看伊也无啥物意义啊。伊最后，鬼人已经扭曲变形啊。就算讲你看到伊，你也认袂出伊原本的模样。话毋是安尼讲的，不管安怎，伊是你的大兄。我总是爱表示一挂心意啊！你有这心意，我已经真感动。本来咱结婚，是因为你讲你要到三江，替我支出伊的照养费用。今摆已经无伫啊，我无这个负担。当你讲你要跟我离婚，安尼嘛好。我即马已经无挂碍啦，我随时会当甲你离婚。浩宇，当时我心情无好，所以我的口气有较重。啊，不过我讲的拢是气话，你莫太过认真好不？你感觉讲你气我？我无咧气，就算讲甲你冤家，我从来唔爱甲你咧生气。那安尼，你想哪要跟我讲离婚？怎么讲？甲你做翁仔某这段期间，我一直在想讲，莫为难你，咱干做朋友就好。当你甲我讲要甲我离婚的时阵，我本来真艰苦，啊，不过咧处理阮哥后事的时阵，我啥物代志拢看开。
无得靠，这就是上好解决的方式。公公，咱无法度做情人，我就要失去你这好朋友啊！不是每一个人对感情拢有同款的共识。我的心态确实有改变，甲你朝夕相处。 我会开始期待有未来，我会愿望讲你的话很快重要，到时候接受我的感情。啊，不过最后我还，不管安怎打拼，你永远只是甲我当作是闺蜜，咱两个人永远就是阮的一步的距离，啊，不过一步。 也是万丈深渊，我若是想要下跪，就会粉身碎骨。浩宇，其实嘞，我唔知影我害你遮尔为难。你对我遮尔好，我拢无法度回报你。我明明知影你对我有感情。 啊，不过，我拢无徛伫你的立场去替你想，干那享受你对我的好，我实在太过自私啊！你即马安尼讲的意思，也是我都接受我的感情，咱永远只会当做闺蜜，对无？浩宇。 我真正就介意甲你做伙，啊，不过我对你的感觉，自头到尾拢无改变过。你是我的好朋友，如果是我唯一的闺蜜，我不是要骗你。多谢你的坦白，我了解。歹势啊。 对感情这件代志，我真正不是一个真勇敢的人，我无法度继续面对你，因为我惊我对你的爱会让我自己失去你的，我无法度继续这款柏拉图式的爱情啊，芊芊，帮我说。